采用实打石和实打铁相结合的方式破碎物料，既可制砂也可整形。冲击式制砂机是一种进料力度小于等于60毫米，生产能力在12到650T/h之间的设备。该机能加工的物料种类较多，比如石英砂、金刚砂、棕钢玉、玄武岩、混凝土骨料等。对于这些物料加工的过程中使用的型号存在差异，但其内部结构的作用是相同的。该机有进料、分料器、波动破碎枪、叶轮体验、主轴总成、底座传动装置及电机组成。在冲击式制砂机的生产中，为了保证成品砂的粒形均匀合理，需要对其进行筛分，这就要用到物料筛分器。当物料破损之后，一部分已经达到破碎标准的物料会通过物料筛分器而被送出制砂机，而另外一部分没有达到设定力度要求的物料则会在物料筛分器的作用下进入到破碎枪进行二次破碎，达到合格的物料力度。